不是，你们知道酒桶最大的问题在哪吗？有一副动不动就死了。Let's get this party started. Minions have spawned.What the fuck? Oh, oh! Oh. 不对。妈的嘞！Fuck！ 我忘了改这个。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。这是施法道具。那哪一个是哪一个啊？怎么没有升级技能啊？疯了！哦，这里。啊，先这样玩。你习惯灵药其实还好啊，可是要习惯了。Let's get this party started. Drown him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我释放不下去。哦。
need some more. Let's get this party started. 这不是事吗？快速施法道具。多少三次水啊？啊！我快疯了！先回趟家。哇，我先把这个这个按键射出来啊！奇怪，到底是什么样？哦，瞬发的侦察助手。哦，对啊，这样子不见了。啊，这样子五不见了。这样子不见了。哦，我刚五丢了出来。哪一招？
啊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变卡。刚刚稻草人太快了，他一亮灯他就马上跳出来。我那时候在后面喝酒啊，他也不先亮灯说他要来，我根本没注意到他的位置。怎么了？现在被虚弱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全部快速施法就已经包括了。我看一下。哦，果然，全部快速施法。啊，应该没。打这场也输啦，全线都输啊，真的。
好啦 GG 了。第一场是测试按键啊，很多都没改到。我一开始那没改到太不习惯了。别嘴炮啦。刚才啥我跟你讲，我中路就算打平我赢线也是输啊，上下路江口都爆掉啊。这三路废物啊！啊，刚那场就是该输的场啊，输一输也好啊。我们拍下一场。